王倩，王倩，他们人呢？啊，他们还没来呢。小美丽，咱们这次啊去敬老院献爱心，我就争取到了一个节目，男女对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咱俩一定要把好关啊！谁唱得好，谁给大爷大妈唱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王小倩啊，看你平时吊儿郎当的，但你这次发起的去敬老院献爱心的活动啊，我给你点个赞。我也给你点赞。小倩小咪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。你不是那个门口家政公司的那个庄园大姐吗？正是。有事吗？啊，我当然有事儿了，我找小莲儿。小莲儿是什么玩意儿？他说找于小脸儿。找于小脸儿啊？啊，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啊，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在那个微信朋友圈发起一个到敬老院献爱心的这个活动吗？我想参加。哎，不行。你不是我们小区的。王小倩怎么说话呢？献爱心人人有责，怎么还能分你我呢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小米粒说的对。那个你找小莲是不是想和她一起唱啊？你那才别太对了。啊，说心里话，我挺中意小莲的。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很般配。你想啊，他是你们校区以内的保安，我是你们校区以外的保洁，这一保安一保洁，以内以外，天作之合。不是，那俩干啥去了？俺俩没动，是你动的。是吗？哎，那我这是情不自禁，我这，那我过来找你。那个大姐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有一个姑娘叫李保洁，特别喜欢于小脸儿。啊，那是我的情敌。啊，还有呢，就是于小脸特别喜欢一个姑娘叫秘密，那也是我的情敌。你看啊，这么多情敌，你是不是有点多余了？你还掺和吗？你咋那么没想象力呀？正所谓管管举酒在喝之州，窈窕小伙淑女好逑。哎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要抓住这次机会和于小莲同台演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以此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争取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大姐，你别乐了，你甩就甩吧，你 K 我干啥呀你？那个，你听我说啊，唱歌就能终成眷属，那要婚介所干啥呀？王小倩，这不抬杠呢吗你？张大姐，哎，没事啊，等一会儿于小脸来了，我帮你撮合，好不好？打住，帮啥帮啊？于小脸能跟他唱吗？庄园，小脸，圆脸组合呀？这玩意儿啊！你咋说话呢你啊？王小倩啊，王小倩，小莲来了，小莲，站住！小莲来了，冲动是惩罚，冲动。哎，对，庄园大姐，你先冷静，要不这样，你先找个地方藏起来，等会儿他来了，我慢慢给他渗透，对对，好不好？我这今天太突然了，这藏哪儿啊？屋里，屋里，我藏屋里，我还能看见他吗？就藏这儿，哎，咱就藏这儿，不是？不，你藏这儿那叫藏吗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别追求细节了，你赶快连字儿。我的妈，这叫啥玩意儿啊？再来！你我你多深？我你几分？小美丽啊，是否有兴趣跟你小脸哥哥共唱一首歌啊？哎，有个人有心情跟你共唱一首，那个就是门口那家政服务的那个庄园大姐。谁？姓庄，名园，年方28，长得算朵花。远看大奇葩，近看像大妈。哎，你别说，你俩长得还挺有夫妻相的。住嘴！谁跟他有夫妻相啊？谁跟他有夫妻相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多吓人呐、